主席、各位同仁，有请毛部长。请毛部长。各位好。你好。毛部长，你的报告我感觉就该部长，感觉你整理了上好的。我感觉看你的口头稿、你的书面哦，都我看半点外钟。我请教你一下你这公路公共运输发展计划组90到100，100公里嘛？你刚刚这五省拢总150亿吼，好不好？没有啦，这个没有编组啦。无编组，你计划啦。我先请教一下你100年你补助台北市就补助19200万，对不对？对不对？我要查一下资料。我讲我听，公司9300万啦。台北县你补助6400万，我请教一下你对台湾南北整个发展，你应该足清楚嘛？你部长做3年呢，我感觉台北市你敢有应该去补助1-2亿，应该吗？你去探听台北市这公车，谈台北客运车啊，都是肯无赚钱啊。包委员我想这个公共运输啊，事实上各个不同的区域它目前的问题不太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整个在执行政策上我们也是有做南北的一个区分了南部地区我们目前的重点是放在它车辆汰换，因为它很多的车辆都很老旧，所以像高雄的话，我们今年就加了53辆它的那个滴滴版的车子，那像台北市的话就没有加了所以说这个，所以基本上我们重点还是有差异的。那像台北这边，因为它整个的公共运输也做到一个程度，但是它互相衔接等等有些地方那还是要补强那像这种补强补下去的话，事实上它就可以大幅度提升它公共运输的使用的量，所以各地的重点不一样的所以。我要讲重点，每年会把重点慢慢做调整的。好，毛部长，你讲好啊。我讲，我咧讲就是这个重点啦，因地而异，你知无？是。高雄市的环境，高雄市阵坐一下基隆线呢，你要提升节能减碳，你要提升生活品质，阵全台湾咱讲熟悉的啦，像高雄市的街头迄种机车出现哦，全台湾没有了啦。他还记者阿玲姐，下早时上下班，规个拢乌烟雾雾叫。我是感觉讲高雄市的公车，你今年啊补助51啦，唔是53啦，迄数目字我拢知啦。公车的公车是了钱了甲，公车就是路线摆袂出来呢。台北都会区捷运都已经半成熟啊，因的公车几间你敢知影？当然，伊咧真高速，含工资嘛无成比例啊。但是伊这个资源，咱讲属实的嘛。你交通部搁甲挹注这个资源，你台北本地都不应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差异啊。高雄我们就给他车辆就是64辆加53辆，他现在100多辆。然后台北市的话，我们今年只给他2辆啊。你先听我讲啊，高雄市对不是讲你回甲一单个会准100台嘛无过分。他那个基隆线，伊的这捷运的网状都无起来，你已经爱衔接路段嘛？对对对，所以说，所以你阵他妈的，你别说干嘛讲你加回50-60台，你的政府都得政，别说安尼。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想最要你有没有搞错啊？强化嘛，所以我感觉你搞错了，你知无？你阵啊讲要补助汤加用交台北客运车啦，咱公司这个交代袂过啦，趁钱趁到你要甲台湾啥？建公司家己买啊！公车处一年工资了偌济，你敢知？高雄市政府本身的裁员阶级，咱拢足清楚嘛。迄空有一个直辖市的名嘛，港市的没有合一嘛，公港谈的钱交来中央嘛，这你拢知影。所以我是感觉讲你这种我对你这3档你的计划要100多亿，你咧要改善公共运输计划，你根本爱重视啥？像高雄市这个环境，足特殊的环境嘛。
你唔是讲你主管遐个遐个平均分配，台北市根本你免插你嘛，无要紧啊，你知无？你台湾什么嘛？我们重点不一样了，项目也不一样了，跟委员报告。哈、啊，我资料给你调一大堆，卖含我抢便宜啦。哎、欸，马部长，咱讲实际，你做部长，我算民进党咧执政的部长是我名啊呗。你算还好的呢，我不跟你骗呢。谢谢委员支持了。我改的人做部长，水准无够，我叫妈半个，我跟你讲。咱讲事实的，你阿妈他妈强辩，等下我阁俩讲，我跟你讲。不是啦，我是感觉讲哦，这个环，我当然公司算出来，台湾整个要经营发展，我没有种出哪一个地方嘛，在这个所在根本你要走投无路啊嘛。你空有这个计划，你现场环境看嘛嘞，公司的公车啊，衔接计划都未起来。所以有些改善是要一步步来的，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了、哦。所以我想我们就是不步步把它强化。不是啦，我刚才看你这个的不成比例嘛，对不对？你台北县你补助6400万要怎啊？他们是有些路朗了，要他们就说在盖新建捷运之前，他要培养这些的公共运输的这种承载量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你做部长哦，不要不输人家了。你为什么哦，去台北县的路线你看嘛嘞？桃园县的路线你看嘛嘞？你看中六到桃园，龙潭到桃园就好啦。啊，你去看啥？看高雄市迄个公车，老百姓也无可奈何，一个坐因的站遐囥偌济机车，囥啊机车，市政府咧去啥？去机车条。对吧？很多东西要互相配套了，要互相配套。完全没有配套嘛，高雄这边啊。对，就是高雄市政府他自己要有配套的计划，我们再从中来补助嘛。没对得起来的配套。就他要把哪些地方去做转运？那部长，我正跟你讲。哪些地方要去强化啊？这个路线等等。来，部长，我跟你讲哦，公车你即嘛吉隆线了，敢那环转轻轨线报来交通部。报多久啊？给您退几座来，请答我一下。这是 BOT 案啊，这个不是交通部要投资的啦。不啊，不是你们投资，我说不是 BOT 案。您买啊，刚刚BOT 高雄市的驻场力阁无够，老百姓无人要标。这个案比死案，你要拖多久啊？你知无？全世界对一个大都市啦，捷运公吉隆线做了，怎啊坑单要了钱啦？你敢有了解？上重要的股东中钢中钢，因的工会来甲我讲啥？工人要准备出厂，不玩了，不玩免啦。公司市政府讲玩得起，拄啊倒。所以你袂当干嘛讲哦？现在今日台湾南北差距红，刚刚遐尼严重。高雄人一个基隆线了，甲准无看到啥物计划啦？这呢，当用基隆线呢，这用这用全世界各国大家嘛知影，一定是网状的，当作便捷转来转去嘛。一个轻轨环转，你交通部甲阵公司政府做嘛咧？啥要改 OT 嘛？对不对？计划改 OT 对不对？好像高雄市政府有这个想法了。不是啊，你赶紧你是高雄市的上级单位嘛，你爱加辅导，袂使坑单面薄薄收嘛。但局看到遐摇头，中钢来去准备出厂，人会当卖算呢？人无一定爱去算这呢？人凭啥物爱安尼啊？中钢前应该不应该提得了？因为工会理事长阿公不爱算啊呢？工资到准备出厂，看话你中央盖瓜承受，你敢袂？有没有可能啊？中央也没有能力负担啊。开玩笑，不过叫恁的，爱去拜托中国哦。没有啦，因为这个案的开玩笑，报委员啦，这个案的主管机关是高雄捷运最大股东中钢的工会，工人反对，因为准备出厂，高雄市政府工没有能力，而中央交通部安尼个人上官，因为这个案没有了，这个案的主管机关是高雄市政府了啊，所以他的有些处理啊，跟处理其他有些案件不太一样了。这个不是高雄市政府当初中央降华这比例。高雄捷运中央站多少比例啊？70%呢？有没有搞错？你今仔日烂摊子爱上爱上修，中央要盖瓜承受啊！你爱赶紧计划反转嘛？啊，人即马在轻轨反转，你唔配合，时间提。
哪有这样政，哪有这种政府啊？有这种政府？所以你卖别公司捷运走投无路了。恁马英九高雄输啊，高雄县市、高雄都绝对输啊！我甲你保证，你整个中央的红钢加这个建设的重北轻南，小贵老李、啊，我讲这个说法不对了，说法显然不对。交通部的这个很多的铁公路建设哈、啊，事实上我们这三年的投入远高于啊过去这个八年的投入了。我可以拿出。不是啊，毛部长你爱，所以这个重北轻南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了。欸，毛部长，你要有一点，你要先我思考一下。台北县市也税收足好，新北市交台北市也税收足好，因本身的财源就足好。你高雄市，我跟你讲过，高雄一个盖就是港市没有合一嘛。高雄的金鸡母就是高雄港，那是恁交通部共交通的中央，好好，我们认命了。高雄市恁高雄港港弄歹路，弄歹啥，我拢爱盖挂承受呢。所以你是。爱特别照顾高雄嘛？啊，高雄人诶，即卖高铁坐咧一两点钟到高台东咧，人会看出你台东嘛？我前下咧讲嘛，台北市啦吼，台北市啦，我看迄人行道吼，为新新哦，就调起来当做新诶啦。迄南部诶人咧，看到这是啥，心咧流血，你知无？南部人甲阵诶一寡基础建设，你阵抑搁对着？你南北差距不重，高雄市中、啊、高雄市中很多地方不错了。我们交通部可以在高雄地区所做的投资，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折扣了。看没有折扣，我折扣。以高雄港来讲，我们现在就有好几个建设在高雄市内做啊。没折扣，台北市铁路电话规档啊，公司甲阵电话。报告委员，台北铁路地下化做二，台北铁路地下化做28年了、啊。然后高雄铁路我们要在十几年之内把它全部完成呢。部长啊，凊彩币啦，南部啦，高雄市燕霞路该归档啊，你敢怎样？我们现在在补上了，我们现在对高雄的投入绝对不会比过去啊这个前政府少了，只会多不会少了。马部长，时间搞完哦。高雄捷运上吊，这个反转轻轨线，你赶紧看，看到高雄市的捷运局爱讲好了，对不对？你无动工袂使。他们要有规划，他们要有财务计划等等，什么东西都要完成。财务计划恁提几届？恁交通部上好讲提，你知无？恁党部党一个部门提会转去，因遐就莫咧先去规个检讨，要检讨多少次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游戏规则是经建会定出来的了。好，谢谢。经建会嘛是政府。你自己讲，你行政啊，按照我来规啥物事啊？好，谢谢。